辽宁舰及其伴随舰远赴南海进行训练，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首次亮相。不过，国内的军事专家也普遍认为，目前辽宁舰还远没有形成战斗力。那么，在未来，中国航母编队将会如何构成，又将会具有怎样的战斗力呢？此次辽宁舰赴南海海域进行科研试验和训练，其伴随舰艇还有两艘051C 级导弹驱逐舰沈阳号和石家庄号，以及两艘054A 级护卫舰潍坊号和烟台号。这样的组合一经曝光，就被外界普遍解读作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亮相。不过，国内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这样的组合远远没有达到航母编队的标准。按照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标配，至少应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到2艘大型巡洋舰，2到3艘防空驱逐舰，2到3艘反潜护卫舰，2艘核动力潜艇，2艘两栖攻击舰以及1艘补给舰。和成熟的美国航母编队相比，中国辽宁舰距离航母战斗群的标准配置差距还很大。那么，作为中国这一次辽宁号的航母战斗训练编队，它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到南海进行跨海去远海训练的一个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没有补给舰编程，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一个远海训练。毕竟南海舰队自身有大型的两栖补给舰，可以为航母提供相关的补给。另外呢，作为南海舰队自身也有相关的码头，能够为他们提供这种港口的补给。包括中国的航母也会跟美国一样，未来不仅仅在一个地方具有航母的基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有中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伴随辽宁舰来进行远海作战训练？从目前所披露的信息来看的话，也不排除。毕竟作为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的话，它不一定非得在水面让大家都看得到。未来的真正的航母编队里面，必须得有我们的903型的远洋补给舰，以及我们的新型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专家指出，组建航母编队关键是护卫舰要拥有防空和反潜能力，因此在辽宁舰的这次南海训练中，导弹驱逐舰沈阳号和石家庄号以及导弹护卫舰烟台号和潍坊号的集体亮相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外，还有消息说，中国新一代的导弹驱逐舰052D 已经在东海试航，并有可能装备辽宁舰。对此，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认为，这一次伴随辽宁舰到南海进行训练的两艘驱逐舰是051C 型。那么这艘驱逐舰主要是以防空为主，可以携带8连6座的防空导弹。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为了夺取未来的区域制空权。另外呢，它也具备很强的反舰能力。那么另外两艘护卫舰是054A 型，可以携带8连4座的海红16的防空导弹。另外还可以携带2座4连的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还可以携带1架反潜直升机。当然，作为中国最新型的052D， 从它的区域防空能力来看的话，比这两艘军舰要大得多，要强得多。它实际上携带更多的区域防空的导弹，能够在更大范围之内对中国的航母提供区域防空的保护。尤其是在远海作战的时候，你带的防空导弹越多，你的防护能力越强。这一般来看的话，是054A 护卫舰以及051C 所不具备的。究竟中国需要几艘航母？这个问题从辽宁舰亮相的第一天开始，就成为了国内外学界和媒体探讨的焦点。其实目前中国只有一艘航母的事实非常尴尬。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罗伯特·法利认为，目前中国面对的现实是，印度正在翻新接收到的俄罗斯航母，并计划在下一个十年拥有3艘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运行着2艘与航母类似的所谓直升机驱逐舰，而正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美国，则操控着11个航母编队，还有11艘两栖攻击舰。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到底需要多少艘航母？美国分析家给出的答案是5艘。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海军有可能会给东海舰队、南海舰队都配置航母战斗群。